店家三天三次才有大气招牌。这已经好了，对，我要把它上去，要上去用一下就是上去的原因就是要让披萨的上面的表面均匀上色。嗯，对，好好的就可以了，了解，这个就可以出来了。好好，thank you.
得这个做对。好的画面。对。